生徒敌爱，庄子生徒敌见而无用，复十字投河，为昭于六国十人。汉书云自沈于雍河，浮潜曰雍州之河，又兴续作报问自沈于河，不同也。注集解列是传曰，周之末世人，所以意见庄子。张晏曰，复时欲审。注集解应少曰，齐桓公夜出迎客，而名七吉及其牛角。商歌曰，南山干，白石烂，身不遭摇与顺缠。短不单一是志，干从昏半牛毛夜半，长夜漫漫何时待？公召以语说之，以为大夫。所以事件吕氏春秋，商歌未为商身而歌也，或与商与人歌也，二说并通。干因公旦反。干者，白净貌也，故也。王又作案因也。禅因善，独自独，邪律师之故也。皮苍于干，净也。自灵因下见反。著所引文语，其人归女恶，既还子受之，三日不朝，恐子行也。著所引按左氏，司臣子海姓乐名起，乃宋之贤臣也。汉书作子瓜，不知子瓜是何人。文引曰，子瓜子海也。又按寻亲传于墨翟，孔子时人，或于在孔子后。又相耳，十九年左传，宋姬子海请出宿。按时孔子是八岁，则我。PG 1594。敌与子海不得相背，或以子瓜为是也。著所引按国语云：西心沉沉，西口烁紧。贾回云：朔消也，西口所恶，虽今亦为之消亡。又风俗通于或说有美金于此，昔人或共弟子，言其不纯金，卖者欲其必受，因取断烧以见其真，是为西口烁金也。著所引大言于禅人积酒憎悔，则父兄伯叔自相诛戮，骨肉为之消灭也。著所引越人蒙未见所出。汉书作子臧，又张晏云：子臧，越人，或蒙之字也。著所引小言于公听言不思，并观所见其痛也。是以圣王觉悟，捐子之之心，而能不说于田常之贤。封比干之后，修育父之墓，故功业复就于天下。何则？欲善，无厌也。夫晋文公轻其仇，强霸诸侯；齐桓公用其仇，而益匡天下。何则？辞人殷勤，成家于心，不可以虚辞戒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燕王让国于其大臣以之也。注集解应少曰：田常是其简公，简公说之，而杀简公，使人君去此心，则国家安全也。注集解应少曰：受孤处者，观其胎产也。所以按
比干之后，后贵子也，不见其闻。尚书封比干之墓，又为云窟。踢孕妇，则武王虽反商政，亦未必修孕妇之墓也。注集解谓近四人摩低其管仲也。至夫其用商鞅之法，东若韩魏，兵强天下，而促车裂之。越用大夫种之谋，秦晋吴霸中国，而促诛其身。是以孙叔敖三去乡而不悔，于林子仲子三公为人冠元。今人主臣能去，交采之心，怀可报之意，披心腹，见情愫，堕肝胆，失德厚。终与之穷达，无碍于事，则节之狗可食废肴，而直之客可食。PG 1595。四游况因冠臣之权，假圣王之资乎？然则今可之战七族，要离之烧妻子，岂足道哉？著所以案，三德相不喜，知其才之自得也；三去相不悔，知非己之罪也。注集解烈士传曰：楚于林子仲，楚王欲以为乡而不许，为人冠元。所以按孟子于臣仲子，其臣氏之族兄为其亲，仲子以为不义，乃是楚居于于林，自谓于林子仲。楚王臣以为乡，子仲遂夫妻相与逃，为人冠元。烈士传于字子中。注集解为昭曰：言恩厚无不食也。所以及下直之。客可使自由，此并见战国策。夫前与仲游也，应少与许游也。注集解应少曰：直之客为其人使自由，游许游也，直道直也。注集解应少曰：今可为燕自秦始皇，不成而死，其足坐之战眉。吴王阖闾欲杀王子庆忌，要一诈以罪王，令吴王烦。其妻子要离走见庆忌，以见刺之。张燕曰：妻族上至曾祖，下至曾孙，所以战阴神。张燕云：妻族上至曾祖，下至元孙。又一说于父之族，一也孤之子，二也姐妹之子，三也女子之子，四也母之族，五也从子，六也及妻父母。反妻著所以是见吕氏春秋。臣闻明月之珠，夜光之璧，以暗投人于道路，人无不暗见。相勉者何则？吾因而至前也。盘木根底，轮曲离轨，而为万乘器者何则？以左右先为之容也。故吾因之前虽出，随后之珠，夜光之璧，有结怨而不见得。故有人先谈，则已枯，木朽诸树功而不忘。今夫天下不依穷居之事，身在贫贱，虽蒙。PG 1596。尧舜之术，协衣管之变，怀蒙弘比干之意，欲尽忠纲。是之居而素无根底之龙，虽结金丝，
欲开中性，辅人主之志，则人主必有暗箭相掩之计，事事不依不得为孤物朽诸之资也。著所引孟康于盘结之物也。晋卓于盘里物根也。著集解张晏曰：根里下本也。轮曲以轨，轨曲盘里也。著所引为左右千家雕刻，是为之荣事也。著所引暗，言虽蒙被尧舜之道，是以圣王治世欲俗，独化于陶君之上，而不迁于非乱之欲，不夺于西多之口。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，以信今可之说，而以守妾发周文王列精卫，采羽上而归，以王天下。故秦信左右而杀，周用孤疾而亡。何则？以其能越栾居之矣，持域外之意，独观于昭况之道也。著集解《汉书》音义曰：陶嘉明摩下元转者为君，以其能志气为大小，比之于天。所引张晏于陶也，君范也。作气下所转者明君，为昭曰：陶烧瓦之臣，君木长七尺有弦，所以调为器具也。崔颢于以居志气万殊，故如造化也。著所以暗，通俗文于其头内笔，故曰以手短而便用也。著集解汉书音义曰：太公望图构促欲，构成王宫，若乌鸟之报极也。所以为昭于吕上失周，如乌之极。今人主审于产于之子，迁于为常之志，使不羁之事以由。既同造，此报交所以奋于世而不留富贵之乐也。PG 1597。著集解汉书音义曰：言为左右便辟视为常臣妾所见迁至。著集解汉书音义曰：石牛马戏以木作，如草也。所引暗，言具足不可羁绊，以比异才之人，应少于造立也。为昭于造养马之官，下士也。按养马之官，其一造也。又郭璞于造养马器也。正义言于不羁，言才识高远，不可羁系。造再造反，方言于梁宋齐楚燕之贤位，命曰造。著集解卢纯曰：庄子于报交事行非事，报怒而死。所以晋卓于烈士传报交怨事不用己，采书于道。子贡难曰：非其代而采其书，此交之有哉？弃其书，乃立乎落水之上。按此事见庄子即说怨寒诗外传，享有不同耳。臣闻盛世入朝者不以立污邑，礼立名号者不以御伤席，故献名圣母而臣子不入，亦号朝歌而卧子回车。今御史天下辽阔之势，设于威重之权，主于卫士之位，故为面污行矣。是产于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，则是徒死枯血也。
言守之中。二安肯有尽忠信而屈却下者哉？注集解《汉书》与李明圣母也。正一言铁论皆与李明师子，及此传于献矣，未详也。注所引案淮南子集言铁论并与李明圣母，曾子不入，盖李明不圣故也。师子以为孔子至圣母献故而不素，则不同也。注集解晋卓曰：朝歌者不食也。正义朝歌精卫周献也。注所引杜预云：为邪也。PG 1598。注集解诗云：解丙南山为食言言。书奏梁孝王，孝王使人出之，促为上客。太史公曰：汝连其旨意虽不合大义，然于多其在不一之位，荡然四至，不处于诸侯，谈说于当世，则倾向之权。邹阳辞虽不恤，然其笔误连累，有足悲者，亦可谓抗直不饶矣，无事矣。复之列传焉。所引述赞古莲达士高才远志，是难解分辞路四志，其将错变燕君举气，邹子玉蝉见铁玉立，慷慨献说时亡所弃。